羊排。来了，媳妇，这谁动的？这谁动？别说话。那我吗？那什么？那用说呀，看都看出来了。媳妇儿，我送你那个情人节礼物，你还满意吗？说话，别说话了啊！那个情人节该让你干的事儿你没干。情人节都过了，现在什么人情？你咋的？有时候挺不知好歹的。啥呀？木瓜好吃吗？哎呀，媳妇儿，你还知道吃点木瓜？你终于知道自己的短板媳妇儿，再吃点儿，再吃一点儿，来，听话，再吃一点都标准擦的，把我本来色都擦出来了。本来是什么色？其实按擦屁股的标准那个高啊。哎呀，媳，你干啥呀，媳妇儿？我扔了吧，那个。